Daniel, chào anh. Chào, tôi là Phương. Chào sư anh, chào sư, chào sư. Hôm nay giờ thiên sẻ. Giờ thì bán sẻ rồi, chi sẻ nó. Sẻ sẻ rồi, chi ai thiên sẻ. Chào anh, chào sư. Chào. Đã sẽ xin chị ủa sao mình hát sẽ chào anh thiên sẻ là hả chào thế sẽ xin chị ủa sao mình sẽ xin chị ủa ờ sẽ lấy chi sẽ chơi sẽ cái chuẩn bị hào ở chào bạn ơi mình lại ở đi thi ở đi thi trước ch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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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ôi đã bị hoa ch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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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it called? Hi, Ching Ching. Hi, Ching Ching. What's the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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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Lu bàn红绿灯，最后的是红绿灯。严老师，我还写在第二排罢了，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嗯，后面是红绿灯啊，第三个是红绿灯。睡觉了，你们写完了。啊，红点点。哦，红一个十字点。看每个区别，你刚刚。奖奖快写完了。红绿灯。来，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哦。等下你拍给老师看哦。杨先生，老师，我还没有写完，我才写红绿灯。呵呵，你就先写啊。懂耶。他快点开始啊，让你手机没有电了哦。他快点开始。那个是中耶。懂耶。是啊。86%。好，开始上课了哦。开始上课。
很多声音，我要关掉你们的声音了。OK， 关掉你们声音啊。OK，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学。我嘞，我嘞。我们要学交通安全哦。我们学了交通工具，我们现在学交通安全。所以马路上是很危险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还有一些安全的措施哦，安全的规则，交通。我知道有路灯，还有斑马线，还有红绿灯。啊，那个叫交通设施。然后现在我们要学交通安全，还是教你们怎样在马路上要注意什么事情哦。对，我们过马路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我们要用斑马线哦。好，你们过斑马线是怎样的？过斑马线要怎样？冲过去，用看，用看车。要看路，要看路哦。啊，要看左边，看右边哦。看车有没有停下来。过了斑马线就不用再看。有过马斑马线啊，还是要看那个马路有没有车。我还没有看，还是先看 video 先哦。哎呀，不能翻到，没有翻到，要翻到哈。声音很小声，开最大声。讲话哦，轻轻听。原来刚才我觉得你要有一点小声呢。要停下，绿色代表安全。全部开的很大声。可以通过。红色代表警示，不确定能不能通过，所以要等一等，观察一下。有情况，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那里有只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那里有只小绵羊，它咩咩咩咩咩。哎，叮当，我们该过马路啦。老师讲，咱们就从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过马路怎么危险了？我怎么没发现呢？小朋友们，我来考考你们。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要在斑马线还是直接过马路呢？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答对了，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哦。咕噜咕噜叮当，过马路左右看，一定要走斑马线。叮当，你记住了吗？一定要走斑马线哟。知道啦。好的，那我们走吧。啊，这也太危险了。对呀对呀，小朋友们，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应该绿灯亮的时候通过呢，还是应该红灯亮的时候通过呢？绿灯亮的时候也过。答对了，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绿灯亮的时候才可以过马路哦。想不到绿灯了，咱们走吧。好的，走喽。
可以过马路吗？专心过马路，哇！亲爱的斑马线，一定要专心过马路。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过马路，左右看，一定要走斑马线。好，小朋友，我们看过了哦。我们过马路要怎样？嗯，要很小声哎，小声哦，你专心听还是可以听到。你过红灯片，直接到那边，看了红灯就不能到太空里，飞去等着等巴勒哎。红灯我们要停哦，绿灯还是走哦。不过我们看到绿灯，我们还是要看有没有车哦。哎，不是讲看到绿灯。好，我们再来看哦。啊，你看这个人在做什么？爬过去，然后全部的鸟来呀。还要爬过去哦，哎，这个栏杆围着其实是不要给人爬过去哦，这样是不对哦，啊，这样是不对的，很危险啊。哎，车狗去那边咬了，要撞到人在那边了。是非常的哦。还好没有什么车啊，车全部加到哪里哦，非常危险哦。哎，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哦。好，我们看 ，OK， 我们骑摩托车要怎样？嗯，我们要戴头盔哦。帽子，那个不是叫帽子，那个叫头盔。头盔。头盔可以保护头的耶，头盔就是保护头啊，啊，保护头啊，一定要戴头盔哦，不然发生什么意外，这个只是、哦、这个是要在那个摩托赛车啊，对，戴头盔，这个叫头盔哦，不是帽子啊，这是头盔。好，你看这些人对吗？可以这样骑摩托，我也不对，还有狗哦。啊、可以呀、啊，可以这样骑，载这样多人哦。我还有看过，还有狗。是。我还有看过狗在纸袋的。可以载这么多人吗？可以呀、啊。不可以呀、啊。可以载一个人。不可以这么多人呐、啊？哎，只可以载多一个人吗？哦，只可以载多一个人哦，多过一个人很危险哦。然后他们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看还有什么不对？他们还有很多人，还有装在一个狗袋在那边。还有什么不对？你看。以前我还记得。全部都没有戴头盔是吗？全部人都没有戴头盔、啊、很危险哦。哎，所以他们犯了两个错。杨老师，我还有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还有三个人，然后我还有一个狗，它装纸袋，然后它在那个纸袋里面那边。好，现在老师给我看一个 video 哦，你看过马路、哦。看新闻呀。嗯，看。我没有。过马路可以这样吗？小朋友过马路可以这样吗？给你们看。看。小朋友怎样过马路可以这样吗？哦，对呀。哦喂，你看这些哦喂。
是差一点，所以在马路上不能玩哦，不可以追来追去哦，啊，很危险。老师，那个网站已经被撞到了，老师，已经很多水，妈地掉了。大人不可以去门口玩，因为我看到我婆婆一定会有一个过客车，很像是装小孩子的。是啊，在马路上哦，不要走来跑来跑去哦。嗯，很危险的，你看。啊，老师再给你们看哦。在这是什么？手机哦，还可以一边看手机一边过马路走路吗？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低头玩手机的人会以什么方式出球。快来！可能走着走着确认过眼神就遇到了对的人，低头玩手机，你可能玩着玩着就玩出了幻觉。对于边玩手机边走路的低头族，一定要严肃教育。你这是在玩什么？看我怎么玩的，看怎么玩的，还找我难受。啊，看手机哦，走路很危险啊、哦！啊，掉去哪里都不知道。会撞到墙。撞到墙了，撞到墙是小事了，被车撞到就没有命了。看啊，哎，过马路不可以看手机，要走路也是。真的，我没有面脸。好，我们尽量有天桥，我们就用天桥哦。哎，天桥很安全哦。有天桥，我们就尽量用天桥。一穿天桥就被马踢掉了。等一下你来看，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个先，等下老师会问问题啊、哦、给你们抢分。你是叫宝宝拿给你看先，来我们要搞好了，我的手机就看那个安全的马。那我不用紧张，来先做功课先，我们来看哇来，苹果。哎，只看我的宝贝。哦，找到这个，哇哦！
写下日期啊、哦。我们来做这个啊，哪些人没有安全意识、哦？交通警察会抓谁？连一连的划线，连一连。交通警察会抓谁？来，小朋友告诉我，交通警察会抓谁？嗯，会抓那些坏人。交通警察不是警察，不是一般的警察，交通警察是在路上哦。啊，看谁犯规呀、啊，谁做的不对啊？马路的地上。他不是专门抓坏人哦。第一个图你看到什么？第一个那个人哦，他有用斑马线小心的过马路，警察会抓他吗？没有啊。第二个呢，你看那个人驾车对吗？第二个驾车的，你不想去摸我的宝贝，还有做错事吗？你注意看第二个图，第二个图那个驾车的，你看他有做错事情吗？没有。有。你看有没有绑安全带？有吗？有。有，还没有绑安全带。哦，还没有绑安全带，所以会被交通警察抓的哦，所以要发现了。还没有绑安全带哦。下一个小朋友在路上玩，对吗？警察来了。也是不对哦，危险哦。爸爸爸爸爸，年老师可以涂颜色吗？可以呀、啊，可以呀、啊。七八千鸟了，六八千鸟。好，这个骑摩托还没有戴头盔哦，没有戴头盔，警察也是会抓他的哦。OK， 还有一个呢，那个他爬过去要栏杆，也是不对哦，还很危险。还有，可以啊。第二个呢？第二个还载两个人对吗？可以载两个人吗？摩托？不可以。可以啊、哦，只记得摘一个罢了哦，摘两个很危险。还摘很小的小孩子哦，哎，不可以哦，危险。有一个大，还有戴那个帽。还有戴帽，会不会摘太多人哦？最多摘一个啊。那可以摘两个人吗？可以，会摘两个。两个很危险。没有，是讲一个小孩子，一个大人嘛。不可以摘太小的，哦，太小了不可以。好啦，我们这个坐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功课哦，哎，还有这个功课，哎，还有一张。来，这个根据图画要把正确的词涂上颜色，要涂上颜色。上颜色哦 ，OK， 第一张图是什么来的？这是帽子还是头盔？头盔。头盔啊、哦，你只要把头盔涂上颜色。OK， 第二，过马路要小心还是开心？开开心心要过马路。还是要小心的过，还是要开开心心的过。小心，要小心。啊，等下我就跟你讲拜拜了，我先跟你讲拜拜了，依依。好，过马路要小心啊。我还没有讲，我爸
才没有讲到哪分数耶，你忘记了我们是归宿一个组队吗？是因为他的电不够了，我还的电话要免电了。OK， 第三个图，这是红绿灯还是天桥？红绿灯还是天桥？天桥。天桥，你把天桥涂颜色。天桥的。淡颜色，天桥。是马路上有很多车还是人？车。搭车，马路上很多车。对，涂三颜色啊。好了。好啦，我们要开始了，我要问问题了。我敢看呀！看得到你们蓝色哦，看得到吗？我定呀，我问你呀喂，你看什么戏？看得到吗？你们呢？我有一二三四。哦，我还没有点名哦，今天没有点到名哦。看得到，很谁没有进来今天？乐儿没有 ，David 没有，还有谁？全部人都有，全部人都有进来，全部人都有上课哦。好，现在老师问问题哦，老师要点，要抽名字。快点，水晶。OK， 抽到荣幸哦，抽到荣幸，荣幸有在吗？荣幸。好，荣幸给你回答问题哦。好，我们看。OK， 荣幸啊，骑摩托，我们要戴什么？骑摩托啊，我们要戴帽子，还是戴头盔，还是戴面具？要戴什么？嗯，戴帽子，还是戴头盔，还是戴面具？我们要戴什么？骑摩托。是戴面具吗？荣幸，骑摩托。不是是吗？骑摩托要戴什么？戴头盔还是帽子？还是？荣幸，骑摩托是戴头盔吗？是戴头盔，是吗？B 吗？是戴头盔吗 ？B B 啊，头盔哦。OK， 对呀，我们要戴头盔。对，荣幸也两分。好，老师在点名抽名字。OK， 阿金，阿金，阿金在吗？对，你来回答，阿金来回答。OK， 好，哪一个行为是不对的？一个 A 是过马路看手机哦 ，B 是用斑马线过马路 ，C 是用天桥过马路，哪一个不对？阿金，哪一个不对 ？A、B、C 哪 ？B，B 是用斑马线过马路哦。A 是一边看手机一边看过马路哦。A 好 A
会啊，不可以。过马路啊，跟打字。现在，OK， 轩儿，高颖回答，轩儿，轩儿啊 ，OK， 轩儿，完 ，OK， 交通警察会抓什么人？张轩儿，交通警察会抓谁？轩儿。你的麦 B B 为什么要抓他？因为一边看这摩托，一边看电话，骑的摩托。除了这个嘞，他还没有带什么？他没有带他还有做错一个事情，还有什么事情？他没有带好吗？他头上有没有带好吗？没有的。是头盔。啊，他没有带哦，所以交通警察会抓他。是的。OK， 加两分。加两分啊。田老师，分到这里啊？什么事情？田老师，是，我还没有完呢。不够了哦。每天都是我没有完。有啦，是有人到你。给一个圈，给扣一个圈。完了吗？没人到。好，没有多分了哦。Yeah. 我只要不要拿到二十分啊！我先二，还有两个，还有十个。我拿到十分了。OK， 加分给你们啦，你们都。我为什么都十？都有分，算有专心上课了，你不觉得？我只拿到十一分了。啊。哦。加一分。拿到十五分，这样呢，因为才有看到。嗯，等一下你们的，交给老师。一个，两个。是啊。OK， 好，我转校。啊！老师，我们还要再玩呢。你还在玩啊？我没有准备讲的。啊，下一次呢？嗯。老师，你是先别人的，明天没有读书，明天没有读书，我要开学了哦。你们有班？李老师，我要等印度人过年，印度人过两年我才去学校。哦，你要等印度人过两年才去学校，我才知道。因为是我婆婆讲了。好啦好啦。婆婆讲了。嗯、好，我们上课在这里，好，放学了，谢谢小朋友，下次再见，老师，拜拜，拜拜。